我们刚刚在外面回来，泡泡冲了一个凉，因为刚刚拉屎了。看一下，今天帮泡泡买了三包拉拉裤，还有一双鞋，因为只有一双鞋没有替换的，所以呢，今天再帮他多买一双啊。奶泡又在那里整啦，因为有时候不帮他穿那个拉拉裤，所以呢，他有时候拉尿拉湿了，所以呢就没有鞋子换了。泡泡又穿24码的哦。这里总共花了204块钱。好了，我准备去煮面条吃。今天晚上吃面条好不好？泡泡有点流鼻水呀、啊。好看吗？那个鞋子好看吗？奶泡。要不去逛，要不去逛。哇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你现在的童鞋也是很贵的，那一双鞋68了。好啦，我的面煮好了。准备可以开吃哦，放点盐就可以了。这个是老干妈，我提前放出来的，看一下。哎呦，生盐的过期了，我把它全部倒下去就可以了，没有多少了。奶泡干嘛？奶泡？不知道咸不咸，全部倒了，盐都没有了。明天再买一包盐回来。泡泡已经吃饱了，我开始开吃，看一下。我放了一点老干妈，还有那个辣椒酱，这样拌一下。就像那个酸辣粉一样，没有醋而已，有醋的话就是很好吃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蔡小韵。泡泡吃饱了，现在到我吃喽。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就是面条啦，有一个红薯粉，有一个面哦，准备开吃喽。今天泡泡花了200多块钱，所以今天晚上要吃面条了。我们家的花钱主力军就是泡泡。其实我们吃了不用花很多钱了，但是穿啊还有用啊那些花的比较多，因为泡泡还不会讲话，不会说拉尿啊这些，所以呢又给他买拉拉裤啊，还有多买一双鞋呢，因为他现在还不会说自己要说拉尿嘛，有时候我不帮他穿那个拉拉裤呢，他就会拉尿到那个鞋子那里湿了，就没有鞋子穿了，所以呢就多买一双被子，然后到冷一点的时候再可以穿了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吃了。我喜欢吃辣的哦，但是吃完辣的又受不了了，老是拉肚子。我感觉我的厨艺啊，我自己吃还可以。其实我啥也没放，就放了一点盐，就放一点那个辣椒酱，味道也是好好的。醉的甘愿也会哭的情人，谢谢你让我爱了痛了懂了，我不再纠缠打扰了。我喜欢吃酸辣粉还有桂林米粉啊，这些我都喜欢吃哦。这些辣的我应该要买一瓶醋放在家里面，然后煮面的时候放一点醋。我喜欢吃酸的。等我泡泡上小学的时候，还有幼儿园的时候花的钱还要更多，所以呢现在要省吃俭用一点。你要吃辣吗？来，辣妹子，辣妹子。哇，嘴巴都是红红的。吃饱再喝上一泡茶，喝一泡单丛啊，很快就消化掉了。我们刚刚吃饱面条，现在来冲上一泡单丛哦。你们想吃饱之后不长肉肉的话，饭后喝上一泡单丛吧。单丛呢就是减肥效果比较好一点哦。你看我这样的身材，我真的天天喝单丛，真的。有时候会偶尔呢换一泡就冲一下生普啊这些哦。我今天晚上冲的这个是大乌叶哦，看一下这个大乌叶，
这个性价比比较高一点哦，因为这个茶香也有，然后茶气也很好。好啦，喝茶。我很喜欢饭后来一泡茶。这个是冬茶哦，真的茶气也比较香一点哦。这个单丛的话，你就这样放着，这样把这个口袋呢拉上哦，可以放一年两年都可以的。这个可以放成老茶哦，你就把它密封起来，把那个茶气锁好就可以了哦。